就只看了一眼，这位80岁老登立马爱上了眼前的女孩。从那刻起，两人成为了形影不离的好朋友，甚至像情窦初开的小情侣一样，偷偷在桌底下交换彼此的秘密。就在这时，女孩的奶奶突然出现了，看到眼前的一幕，气得暴跳如雷。老登伤心地待在原地，可谁又能懂，眼前看起来像个80岁的老登，实际上却只是个12岁的孩子。自出生起，他就长着一副老人的模样，不仅满脸皱纹丑陋不堪，还患有心脏病、高血压等老年人常见疾病。医生说他的身体年龄至少是85岁，母亲也因生他难产去世，父亲觉得他是不祥之物，于是匆忙跑出医院，将他丢在养老院门口。所有人都被他奇怪的外表吓到，不敢靠近，除了一个黑人护工愿意收养他，像对待自己的孩子一样对待他。本想给他取名为显眼包，但考虑到孩子的未来，于是便叫他本杰明。在护工的悉心照顾下，本杰明活了下来，但6年过去了，他仍然保持着老人的样子，头发稀疏，满脸皱纹，甚至需要坐轮椅行动。尽管大家都对他很温柔，但本杰明并没有因此感到开心，他心里年龄只有6岁，非常渴望和同龄人交往。随着年龄的增长，这天本杰明震惊地发现自己的双腿竟然恢复了行动能力，他立即意识到自己并不会永远老去，而是在逆生长。尽管如此，没有人愿意理会他，因为他的外表看起来就像个老登。直到今天，他遇到了一个天真可爱的小女孩，看着她笑着向自己跑来的样子，本杰明感到内心某处颤动了一下。幸运的是，女孩的奶奶也在疗养院，而且女孩并不嫌弃他，反而很愿意接触他，两人因此成为了形影不离的好朋友。女孩还带他到家里做客，带他进入秘密基地说悄悄话。女孩说自己的名字叫黛西，本杰明也自我介绍了一番，坦白了自己的秘密。他原以为女孩会被吓跑，但女孩笑着说她并不在意。他真诚的眼神和天使般动听的声音让本杰明的心都要融化了。突然间帘子被掀起，奶奶震惊地看着这一幕，一切美好都烟消云散了。本杰明心里感到非常难过，他不明白为什么奶奶会生气，他只是单纯的想和同龄人玩耍。他本以为自己又会回到孤独的生活中，但黛西并没有因此断绝与他联系，他经常来养老院看望他，为他灰暗的生活带来了不同的色彩。随着年龄的增长，本杰明的身体逐渐好转，于是他决定自食其力，去码头找工作。他年老的外貌让人们误以为他是经验丰富的水手，立即邀请他上船，并给予他最大的尊重。船长还特意邀请他参加晚上的舞会，说会有性感的舞娘出现。然而本杰明对此表示困惑，因为他对性感一无所知，并坦言自己从未接触过女人。 Never。船长笑了笑，决定带着这个可怜的老登体验温柔之乡。本杰明仿佛打开了一个全新的世界，但他的脑海里始终回荡着黛西的面容。他知道自己思念她，于是他下了船，决定去酒吧痛饮一番，却意外地遇到了一个对他非常特别的男人。你敢相信这个老登其实是个孩子？常人都是从年少到年老，而他却是越长越年轻，一出生就带着满脸的皱纹，母亲被丑得当场去世，父亲也吓得迅速将他丢弃。然而他却获得了逆生长的能力，并与一个小女孩结下了不解之缘。为了能与女孩共度美好的未来，他拖着苍老的身体外出打工，却不知道一个超级富豪一直在密切关注他的一举一动。这个富豪正是本杰明的亲生父亲。父亲当初以为他会很快死去，却没想到他越活越年轻，此刻心中充满了愧疚，不敢轻易与本杰明相认，只能假装与他成为朋友。随着时间的推移，本杰明爱上了照镜子，看着自己的身体越来越年轻，他的心情变得愉悦起来。每次放假时，他都与黛西一起度过，两人爬上高高的灯塔，诉说着对未来的美好憧憬。可随着养老院里的老朋友一个个离世，本杰明突然对这种消沉的生活感到厌倦，因此在他17岁的那年，他决定离开，去外面闯荡一番。黛西得知消息后立即追问他为何要离开，本杰明说是为了追寻美好的未来。 From everywhere. Write me a postcard from everywhere. 怀着对未来的向往，本杰明自愿在茫茫大海上漂流，而黛西也为了同一个目标而疯狂的练舞。然而突然有一天，远在天际的本杰明在明信片上写道，他爱上了一个女人，对方优雅知性又温柔，有着丰富的人生阅历，迅速征服了本杰明的心，让他迷失了心智。黛西以为自己完全失去了爱人，但他并不知道的是，本杰明的这段爱情很快就破裂了。没有原因，没有预兆，女人只留下一封简单的信，上面写着很高兴认识你，然后消失得无影无踪。本杰明意想不到成年人的爱情会如此荒唐可笑，还来不及伤心，他所在的船只突然遭到袭击，大部分船员倒在了枪林弹雨之中。船长在生命的最后一刻紧握着本杰明的手，嘴里含糊不清地说着什么。船长的死对本杰明产生了巨大的影响，此刻他深深思念着养老院的爷爷奶奶们，
思念母亲以及那个被他伤了心的黛西，于是他毅然决然地回到了小镇，不再追逐遥不可及的梦想，只想守护在自己所关心的人身边，过上简单而温馨的生活。这一年他27岁，黛西得知他回来了，激动地前来相见，两人紧紧地拥抱在一起，倾诉着内心汹涌的思念。在朦胧的夜色中，女孩翩翩起舞，展现出她妙曼的身姿，男人静静地注视着，内心激动却强忍住了情感。即使女孩主动向他靠近，展现出风情万种，男人依然委婉地拒绝了。女孩如今的事业蒸蒸日上，甚至获得了去苏联巡回演出的机会，而他却一事无成。本杰明觉得自己与这美好的女孩不相配，害怕再次辜负她，但他并不知道一笔巨额的财富即将降临在他头上。他的父亲突然离世，将亿万家产都留给了本杰明。有了这笔钱，他终于重新拥有了追求黛西的信心。看着他在台上展现自己的光芒，本杰明再也无法将目光从他身上移开。演出结束后，他匆忙前往舞会找黛西，然而还未来得及开口，一个年轻帅气的男人突然从背后拥抱了他。看着他们甜蜜恩爱的样子，本杰明心中感到非常难受，但这一切都是他自己造成的。怀着沉重的心情，本杰明与黛西告别。随着年龄的增长，他的身体逐渐恢复年轻，原本苍老的面容变得英俊坚毅。然而他再也没有勇气去找黛西，两人彻底失去了联系。直到几年后的一天，黛西遭遇了一场车祸，双腿不幸受了重伤，再也无法登台演出。得知消息后，本杰明匆忙赶往医院探望他。看着那憔悴的面容，他郑重地表示将一辈子照顾黛西，但黛西一向骄傲，不愿意让曾经深爱过的男人看到自己最狼狈不堪的一面。 Don't you understand? I don't want your help. I know I'm feeling sorry for myself, but I don't want to be with you. Stay out of my life. 本杰明既心疼又无奈，只能给黛西请来最好的医生来救治他，然后默默地退出了他的世界。眨眼间又过去了10年，本杰明变得越发年轻和英俊，然而他却没有与任何女性接触，因为他无法忘记黛西。本以为自己将一生孤独，直到有一天黛西突然出现在他身后，他的双腿犹如初生，也再次拥有了面对本杰明的自信。岁月的沉淀使他更加迷人，两人不顾一切的向往，开始了浪漫的生活。他们一同见证了潮起潮落，一同建立了新的家园。在本杰明的鼓励下，黛西重新燃起了对舞蹈的热爱，美好的日子似乎向他们招手。然而意外的怀孕让本杰明陷入了深深的忧虑，他担心孩子会遗传自己的基因，过上像他自己一样备受歧视的生活。幸运的是，女儿一切正常，他终于松了一口气。但看着女儿逐渐长大，本杰明却无法感到开心，因为他的逆生长并未停止，以这个速度发展下去，他很快就会变成一个孩子，甚至是婴儿。那时黛西该怎么办？他们的女儿又该如何与这样的父亲相处？经过深思熟虑，本杰明将所有的财产都留给了妻子和女儿，让黛西去寻找一个正常男人生活，而他自己则开始了孤独的漂泊。又过了10年，本杰明此刻的身体年龄只有不到20岁，他无法忍受对黛西的疯狂思念，于是回来看望妻子和女儿。看着妻子眼角的皱纹，旁边有一个与他年龄相配的丈夫，女儿长得亭亭玉立，却认不得他。本杰明心中既欣慰又伤感，他不敢打破这平静的生活，只能默默地离去。直到有一天，警察拿着一本笔记本找到了黛西，他们说有个智力有障碍的孩子独自一人在养老院附近徘徊。他们翻阅了孩子的笔记本，上面写满了对黛西的思念和爱意。黛西带着复杂的心情来到养老院，看到了已经退化到少年的本杰明。世上最遥远的距离，是我站在你面前，你却再也记不起我是谁。黛西将他带回家，并细心地照料他，陪伴他一点点地变回婴儿，直至最后的离世。他轻轻拍打着襁褓中的本杰明，心中充满悲伤，因为他能感受到本杰明的生命正在迅速消失。在生命的最后时刻，本杰明深深地望着黛西，仿佛终于认出了这个他曾爱了一生的女人，然后无力地闭上了眼睛。有人说，世界上最浪漫的事就是手牵手一起变老。如果你恰好拥有美好的爱情，请好好珍惜，牢牢把握，因为这是许多人梦寐以求而又无法企及的。